是把它标到总统府，好不好？谢谢。我是人，我是人，我反红，我反红，我是人，我是人，我反红，我反红。谢谢。好，谢谢徐玉红。他们的家收到政府的预标售，预标售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好好的住在家里，政府已经把你的家子卖掉了，我们允不允许？不允许。好，接下来全台湾遍地烽火，我们要来到北台湾，是我们的淡海二期反征收自救联盟，我们请他们一起上台。3个小时，队伍终于人少一点，今天可以说是台湾公民力量的展现。那我也跟各位朋友报告，你来到的地方是反核农场，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农产品，希望提供给大家，告诉大家反核不只是为了电力的问题，反核是我们要安心种田，安心吃饭。来到这里你可以跟善民之人拍照，你可以打卡反核农场，我们会送你新鲜的农产品。接下来我们请台湾农村阵线的年轻人陈廷豪来跟我们分享他对反核的看法。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我们就是要终结核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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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结核电。我看到2年前日本的福岛核灾发生之后，各地的农产品大部分都不能吃，只要从福岛出来的农产品，日本每个地方都排斥，都不要想要吃到有辐射污染的农产品。可是我们看到台湾政府现在不断的增加预算，不断的增加预算，坚持要盖核四，这样合理吗？不合理。终结核四，终结核四，核电归零，核电归零，终结核四，终结核四。好，我们希望今天的游行完是一个开始，我们今天走完之后，不断还会有公民团体站上街头，站上街头，不断向这个政府呼吁，我们一定要终结核四，一定要核四归零，甚至到全台湾的核能都要停止之后，我们才会停止。我们再继续喊一次口号：终结核四，终结核四，终结核四，终结核四。我们希望台湾不要有核电，台湾不要有核电，也不要有核灾，不要来污染台湾美丽的土地，不要来污染台湾美丽的农产品，好吃的农产品。好，我再把讲到这边。各位朋友，今天的游行是台湾公民力量的展现，今天的游行是反核的人民意志，我们让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看到我们人民是有力量的，对不对？对。我们不要核电厂，我们不要核电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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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核电厂。
以看到两张图，一张是核灾以后日本福岛在核灾以后的景象，另外一张是美好的台湾农村。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园是什么样的景象，应该不用选择，我们是不是要美好家园？对，大家跟我一起说，我要美好家园，我要美好家园，不要危险核电，不要危险核电，我要美好家园，我要美好家园，不要危险核电，不要危险核电。守护家园是不管老人青年共同的梦想。现在我们请到台大农村系的毕业生李爱纯来跟我们说一说守护台湾的心愿有多么的重要。大家好，相信全台湾的民众都跟我一样心系了晚上的中华台湾跟古巴之战，但是在那之前我还是要先来开头唱反核的那首，对不对？对。是的，我自己是农村系毕业的，那我们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全台湾的这个趋势，我们都在追求更干净更友善的我土地的，还有对于农产品上面的发展。但是呢，你好，现在为什么要换麦克风？再换全体的好。但是呢，现在我们的核四、我们的核废料、我们核三又是一来，整个我们过去的辛苦，通通都海亮亮。我们整个环境是会倒退路，我们的动电源、食粮食的安全是有疑虑的。核四真的重要，真的会是必要的吗？核四真的安全无疑吗？相信这些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大家如果有做一些资料查一些功课，很快就可以知道结果了。我不是校长，我是要站出来反核。大家说，我是人，我是人。没有这些纠察队，我们的游行不会进行的这么顺利，让我们给这些纠察队鼓鼓掌。这两天大家都在帮中华队加油，今天这么多人一起站到马路上来，也是要为台湾加油，我们为中华队加油，我们也为台湾加油。反核电，反核电，全雷达，全雷达，反核电，我们邀请专门研究小农还有生态农业的研究专家李怡哲来为我们讲几句话。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就是以农立国，然后台湾